忙碌在考场外的还有公安、交警、城管等多个部门。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，由于一些考点周边监控摄像头没有实现全覆盖，当地启用了警用无人机进行空中监控，维护考场周边秩序。我看到通讯车、卫星车对咱们鄂尔多斯市三中和二中周边的市容环境、道路交通和大型工地的施工和车辆乱停情况进行巡查，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它的优点是控制距离远，可以达到25公里，飞行时间长，可以达到3小时。我们可以对考场周边的交通状况、治安状况达到无死角、长时间的空中监控。而且此架无人机也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公安部门的首台。